《岳阳楼记》，作者范仲淹。清烈四年春，但知今，这首八陵训，月明年真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乃从修岳阳楼，征集旧址，可当现今人师傅意，其上足于尊意即之。欲观五八陵，生长在铜陵一户，斜院三藤长将，浩浩上上横无稽下，朝晖行七将万千，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，皆人之所悲矣。然则北通无暇，南极小巷，千个少人多为一次，南无知境得无一乎。如阴雨霏霏，连日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数浪拍空，时行云霄，三月前行，霜力不行，是将倾其摧，不慕命命，呼啸远敌。但思老爷只有七国幻想，有残未济，满目萧然，干尽而悲之矣。只若春和景明，不冷不静，上下天光一碧万顷，稍相惜，金陵有用，安知听来月月清清。而我长夜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耀尽，轻盈振臂，一个胡达，此乐何极。但思老爷只有心旷人意，从昨既往，把酒临风，气息洋洋之喜。皆无以长久，古人人之心，我已而这之为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，这有其名；处江湖之远，这有其君。是进也有，退也有，然则乎人乐也？其必曰：先天下自由而有，后天下自乐而乐于。亦非斯人，吾谁与归？